하나님 기도합니다. 이사야서 58장 12절 말씀으로 主领我为着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二去为去祷告，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地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同埋重修路径的，与人居住的。系主，我哋相信并且宣告呢一个咧，就系你去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为你预备安息之所的时候。原来我哋宣告，我哋系作为一个嘅家，我哋要重建建立你嘅安息之所，系呢个系我哋喺末后嘅命定。就算系咧新冠病毒都唔能够拦阻我哋，仇敌咧想去藉着呢个嘅病毒嚟到拆毁分裂教会，但系呢个咧却系会成为一个契机去建立咧以家庭为首嘅一个嘅小嘅家嘅教会。主，我感谢你，多谢你，因为呢个会系成为一个好极大嘅复兴，系好似初代教会所经历嘅。阿门。